的部。啊，请他为我们分享业绩前景的秘密。秘密。秘密有什么秘密呢？你知道就好。其实应当是讲啊，不是什么秘密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每天做，然后或许你现在做的东西还没开花，但是总有一天它一定会有成果，所以就是。秘密就是大家都知道，只是大家又没有去做。那我觉得刚刚那首歌也蛮适合我等一下讲的，就是其实有时候你要先相信自己，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做到。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说，我时机成熟，我才要达成这件事情。但是时机到的时候，你没准备好，它可能成效也不会出来。所以就是相信自己，然后每一步走得好，走得稳。我们讲的不动产这个行业就是，它可能没办法像，一些产业，它就是可以一下子就发光发热，因为它是必须要长长久久的。或许像烟花一样，它可能爆开之后很漂亮，可是接下来就没了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，就是你要一直持续下去，让自己随时发光发热。就像我觉得，我一直朝着春梅姐的，就是她的。所作所为，因为他让我知道是说，你每一步踩得稳，你就可以做到那么久。所以，他千万经纪人不是说，哎，我今天就千万就这么厉害。他是，你看他那么久的产业，他可以不断的发光，不断的发热。这就是我们讲，不管是租赁部或是不动产销售部一样，大家都是可以的。所以我们就是未来之星，每一个都是。哎，以上。